这样军训谁不迷惑啊？裤子呢？报告教官，昨天打军体拳裤子破了。裤子在哪儿？报告教官，在宿舍。锄禾日当午，现在穿上。是。一会儿领导来视察，别给我掉链子。肚子疼人的不许请假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报告教官，肚子疼。好，站住嘴。啊！你黄糖水，你暖宝宝，你给我带杯小奶茶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咋的了？报告教官，我心情不好。你起立。是不是想家了？是。坐。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I'm bigger than. 我回家了。